那我们现在就正式开始今天的粤语版本的心有灵犀啦。首先要给大家介绍一个规则，那我们每一轮呢都会以组为单位进行挑战，每道题呢描述者和答题者都必须使用粤语轮流描述给下一位队员，而且队员不能提示，不能使用肢体动作，不能提到题目中包含的词。每一轮被锤最多的同学要喝下一杯柠檬汁啊，因为大湾区的朋友还不是很清楚，我再用普通广东话讲一下这个规则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唔该晒，唔该晒。啊，我哋分成两队排队，就系打那个题，不可以说提醒的字，也不可以用动作去演。哦，明白。每一队有三次过题的机会，那个次草爆咗的时候，看你答对几题。非常非常清楚。啊，何老师的阿拉伯语真的不错。